好，我们开局十连抽会不会送魔光雨呢？一定是不会的。好啦，祝我好运。抽了哦，抽了哦，紧张了哦。风寒月比较好。我自己是想要古伦德，或者是……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我想要风寒月。来了，紧张哦。拜托啊，中两只绝品吧！只有一个，我叫风寒月，瞧什么？没见过有人天生是紫瞳吗？运气真他妈的好！哎，我还是很欧啊，各位，要什么有什么。风寒月香，我们只要香。这款游戏是妹子啊，我们当然先冲妹子嘛。抽什么硬件瓶跟古伦德，我呸！有妹子就对了，好吗？哎，高士金，我高士金才是四象门名副其实的继承人。其实高士金也可以啦，我们想练，我应该说这次出高士金，想要玩玩看。香啊！我们等一下看那个风寒月的西区图。鄙人不才，空同朱浩。请多关照，给我滚！干干！我乃紫云派掌门周崇是也。周朱合璧，三五派归一，两只都有，靠呗！干又是你，滚！哦，呼延虫。老子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呼延虫，滚！这里是哪儿？你们是谁？我叫伊斯朵。啊，青朵啊，没了吧？哎，青朵那么多只啊！好啦，抽到风寒月可以啦，可以啦。好，剩下我们集多一点，看能不能集到100抽再去抽哦。好，还有一个免费的，我们抽一下。如果呼延虫毕竟是平凡的，就左卡，他练起来也不猛啊，所以没有必要练啊。周崇跟骑士搞混，真假的，差很多呢。好，风寒月抽到了。有妹子就是香，然后因为第三次封测可以看全身哦，哇哦哇哦！分雪千层，天刃伴我魂，无心共随，待香分雪千层，天刃伴我魂，无心。哎啊那个哦，可以吧各位，这样可以吧？哦，你在等第二年。好，不然月是这样啊，这个身材可以吧？哇，这个腿，金变态。冰华如霜，明月亦寒，是我名字的由来。香啊，抽到寒月就是香。没见过有人天生是紫瞳。哎，你是紫瞳，我是金瞳，咱们还真是有些缘分呀。你。一不得无礼，你又是何人？怎么是这副愁苦的神情？没有，只是见到前辈，想起了一些伤心事。嘿嘿，是你们将我唤醒的？这笑声怎么让人瘆得慌？一，这是空瞳掌门。哦，这位姑娘竟识得我，难得难得，什么空瞳不空瞳的，不过虚名罢了。